仲要报警拉我哋第五代传人张丽倩施工嘅仔张炳祥施叔，张丽倩施工嘅坟墓系属于张家，系人哋张家嘅产业，私人墓地、私人嘅地方，你作为一个后人，人哋嘅私宅。你有咩理由你打电话嗌粉岭差馆嚟拉张炳祥失踪，简直就混账，人神共愤。我哋美洲呢边，我哋联络咗25个自己同门师傅，我哋必要时，我哋会告上公堂，我哋大力支持，全力支持。八皮派第五代传人张丽倩施工的仔张炳祥失踪，要郑伟如这个狗贼赔偿名誉损失，赔偿一切名誉受损。这些人不知是忠告，不知所谓，我们因为